大家好，今天是1月20日，今天大家就是好友，就是欢天喜地啦。我们看看下板块里面，一地产在这里的，银行在这里的，基本上呢今天大家很清楚知道是银行，是地产和银行带动了整个市的上升。这个也是一路我以来告诉大家知道，我哋睇呢個板塊入邊嘅時鐘，我哋唔使睇曬咁多個板塊嘅，留意一下銀行同埋地產喺邊度，咁其他啲咧好多都係二打六嘅啫。